决定了今天用杰米尔的身份走出这家店。乌撒！你各位啊，我是铁牛，我们的圆梦计划，自己觉得可以叫圆梦大师。哦，我也觉得圆梦大师不错。对，因为之前下面有个人留言，就比如说铁牛，你是圆梦大师，没错。今天又要来圆梦了，大家记不记得第一集我的头发婷婷帮我设计？因为婷婷想要弄一个吉贝尔的感觉嘛，可是就少了一点什么。那今天是圆你的梦。对，今天圆我的，因为真正的吉贝尔其实不是我这个样子，因为他头发后面很长。那因为我后面的东西我已经办不到了，我决定要把那两条白白的弄上去，就是那吉贝尔那两条白线把我它弄。你是认真要染、啊？我认真啊，我认真染了、啊。哇塞！这什么？这才是真的 cosplay 的本体啊！然后我找了我朋友一家很厉害的店，他们接发跟染发都很强。我做这个是有难度的，设计师叫奥丁，他就，这让我想一下。所以等一下我要上去弄头发。对，那老公染这两条白色，你 OK 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你没得选，要够。好。接发会这么长吗？我还会再修，我还会再修。对，因为他的圣平他的卷拉到这里，不然会不像。对，我本来是想说用这两条，也可以啊。我只用这两条，后面的头发我就用原本。我今天有带，然后我给各位啊，我带这个给设计师。没关系，我昨天看的那。正品的那个图片我看了一个小时，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正义感，第一次看到他超激动的。因为大部分海贼迷都喜欢艾斯鲁斯跟乔巴，乔巴对对，他比较冷。你有看连载漫画吗？因为他后面的剧情怕剧透你，后面剧情蛮高潮的，还是无怕剧透。好，那来了，这一段相信肥皂会消音啊。心情如何？你是不懒不烫的人。心情如何 ？Hello， 开头基本给予你 ，and we are sick and やりまい。ですか ？I am 金边。我接不下去。你可以用别的动漫词来回我。ピンクラムメあ。不要给我这种眼神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太疯狂？今天就交给你来做设定，你觉得要染还是别的妹妹？我想要看起来就是这样子。你以后看到我就让最爱有海流肌肉肌肉耶，海流过肩摔。哎，你这衣服好帅哦！对，这个日本，我很喜欢这种类型。我有个很北蓝的，我可以让这两条再近一点点吗？可以啊，会太北蓝？不会啊，我只想说再近一点，大概落在这种位置。如果你今天说要漂的话，就不止这么快。我真的很北蓝，基本上就是两个小时起跳。哦，好。客人最怪的要求，有些都蛮怪的。好，我算吗？你还好，我还好吧？对，我应该还可以。那肥皂帮我用特效，摔海。OK， 我知道你不会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今天天气蛮赚的。本来是想说请他设计，一听他是编发，他根本没想编。哦，开头我还帮他协助在玩弄出场，没关系，他现在坐在那边滑手机。
就是好像一个大番薯。原本想黑掉，所以我长好像一个黑色的地瓜。这个位置就是你现在绑了起来都会接哦，都会接场，都会接场。我可能考虑一两个礼拜我就 OK 了。你要考虑一年，我都等你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等到。对，一定可以。正面看是像你这样，侧面看它就是进去。好，我们要先自己绑看看。好，先试一下你会不会这样。绑头发，我那时候我自己。刚烫完之后，我自己学了一天，刚留完。哦，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就会有这两套。那我觉得可以耶。好，谢谢奥丁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谢谢。你知道你需要一点时间适应。啊，我们加个 line。好，他竟然答应了我们谈话约的。这才是目的。不在台湾。加 line 聊。对，是大概这种感觉。现在换婷婷开心了，因为他们的护法很厉害，所以换婷婷要护法。被你赚到了，妹妹。对，我赚到了。现在你觉得我弄还是不弄？弄啊。那你需要一个礼拜的大家适应期吗？需要一年的适应期。一年内该让你动手。带我护法呀。然后把它拖上来。可以可以吗？那你觉得我要弄头发吗？太快，你想弄就弄啊！我知道我要答案。OK 啊，已经决定了。对，我这样犹豫完的决定了。对，直接接给你。那如果不 OK 的话，也没办法。肯定没关系，不 OK 是没有剪刀。你要睡着了吗？太软了。好像妈咪的毛，好棒哦。出来不会像沈佳宜的，那是不会。好，可以。对，我超怕出来像沈佳宜，因为头发太长，然后如果我走路走会甩那个马尾，我自己看到会有点恼掉。看一看就干，因为一开始在留长的时候，然后就一路留，所以就留到后来有那个留出来走路的时候可以甩的时候，当我自己发现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好恶心。鲁智深，你看你旁边的秀发，哦，旁边有秀发，哎呀，你看你的两头秀发。
那古代的我真恶心啊！真的，你是那个武侠的，对啊，这种是什么？包的那种蒙古人吧？这是古代那个庞盖乐队，就是边境匈奴啊！对对对，那叫什么残余吗？花木兰里面那个。谢谢 UU Salon 圆我这个梦，对，真的变几倍了。虽然变不太一样，是就是，毕竟即便是动漫角色，我觉得已经很像了，对吧？因为你本来型就像啊，而且重点是这两条，对，这两条是我说我一定要，我说如果不说几倍，我会觉得你很中二。跟他的东西，你就觉得哇，好特别哦！而且他，我觉得他效果这边我要帮